现场所有咱三林红砖上好的朋友吼，大家阿妈大家好。好、哦。非常的感谢吼，哇，我们蔡妈妈吼，足辛苦的啦吼。我想伫每一场啦吼，拢看到咱蔡妈妈为每家的到三工到五工，我相信这些人上感动的，我们的班主任，还有我们的静宇吼，还有我们现场所有。来自各地方所有协会的理事长，还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，为什么不仅仅呢？我刚才回瑞典，瑞典，我林奇奇，占有我们的这个节目，我相信大家都是感动，感动再感动。我相信阿波林，一路把我三天，我嘛无法度听到今仔日，因为林金栋，我相信甲瑞典大家所了解拢同款。我们一路走来，始终如一。总是伫每一处咧选举，就是靠着大家来用，甲阮三天。了后，阮总算，阮用着阮的体力来为大家服务，这就是阮真心在做。尤其王泉，会当讲对桂林姑娘在市场，必输一路好进嘛。所以入面有足侪咱姑娘在市场的团队，我相信我拢是姑娘在市场的团队。但是，伊从这个帮交互阮，重要就是要阮为这个社会做搁较侪代志，为这个城市建立搁较侪活动，为这个所在放下阮搁较侪阮的感情，为这个城市共同来努力。所以看到足侪老朋友，也足感谢；看到足侪三天阮的好朋友，也足感恩。但是，伫这厝的选举，讲真嘞，选情非常非常的烈，真正爱甲人拜托。大家拢讲，啥物人阮当选？伫这个选举，现主席的选举当中，绝对无啥物叫阮当选。只有一票一票，咱就咱家己真心的支持，会当投入票柜啊。10:24开票哩讲，真真正正每一票拢开出来，迄才是当选。起码讲当选，都不是当选。所以而且爱甲人拜托，即摆选情非常烈，尤其我即摆听到都爱甲人讲，改革一定会有阵痛，改革一定会有过程。所以伫这个改革的当中，我相信有同我声，但是有足济伊因为伊的原因，可能暂时伫八成都是无辜。伊有足侪不满，这就是一个改革。但是呐，因为安尼，咱无继续奉献，这个所在，这个城市，这个国家，对。所以，而且我爱甲大家讲一声感谢。伫咱蔡总上任了后，是落来改革，所以我就会感受到太改真侪。嘛，因为安尼，互大家承受足侪足侪压力，唔得唔过。但无改革这条路，咱无法度继续行落去。咱的后代袂当有一个快乐，所以而且我嘛爱甲你讲一声歹势。可能咱的改革，咱真正有较侪互大家感觉讲，迄个时间那就加紧凑。可是真的停顿太久，这个国家停顿太久，啊，所以咱嘛要慢慢调整。哎，今晚有做这些假事情、假新闻，我相信大家如果停下来，来看一下、等一下、确定一下这张纸巾呢，大家能传出来。啊，我有当下传出来的时阵，我有可能都给你回复讲这不对，那就是错的。因为现在来我们大家群友有很多，那你只传出去非常的快，可是我们要再把它收回来，那是等于比登天还。但是，那是我要想起来说话，很拜托，很拜托，求红光，有酸有感动。所以这当中，我麻烦大家，一旦你再一回事，我来红光，真真正正真心动算，先为咱大家先过完，继续为大家来服务，这才是上对的。所以你家别麻烦大家，我别拜托大家，我再。就是他的串中梦工作人员串中梦工今天我们
知影，解决解决大家问题啦。但是，若无解决，伊对袂起公司投票给伊的人，相对的嘞，嘛无法度讲到的困难。安尼，伊感觉不爱这个工作，所以听到真感动。所以我相信，我才这样有感觉的回馈，咱才做一点。陈评委委员，有中央，有地方，人做伙，共同来为台南打拼。我来画一个，人我陈廷飞，大家画加油好不？听秀陈廷飞，支持黄伟哲，支持蔡孟全，大家好不？陈廷飞。百忙之中，今仔日活动非常的多，来。